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安石。那今天我们来实况这个体育仓库与魔女。那是今天汉化发布的一款，它是写短篇恐怖 RPG 游戏。它的长度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，有三个结局。好像是在讲一个体育仓库的游戏，感觉体育仓库跟魔女好像是两个完全不搭嘎的东西。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。好，有惊吓的表现，不擅长的玩家请自行注意，观众也是咯。好，可以实况。其实这些 BGM 都是免费的嘛，都可以使用啊，很多游戏都会有类似的 BGM。这是体育仓库，应该是我们的女主角吧，她叫做浩美琴。哦，骗人！哇，又是一些，她被关在体育仓库里面了。不好意思，里面还有人。喂。这有点像是直接从那个仓库，应该体育馆外面直接把那个总开关关掉了，所以他根本听不到里面有声音。该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可以用手机的灯。好，手机的灯。手机的灯。好，继续。我要怎么把那个灯打开？哦，手机。哦，开灯了。哦，总之这样就看得到了。上面好像有个东西，哦，是魔女。点点，怎么了吗？没事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注意到你在这里。我想起来了。他是传闻中被霸凌的二年级学生，莲雾同学。对不起，我叫浩美琴，是三年级的学生。你好。你好。哇，一个学生被霸凌，传到三年级都知道，哎，蛮厉害的。点点。门似乎被锁起来了，我吓了一跳。点点，你也很害怕吧？对不起，我一个人怕得发抖。对了，我有手机，可以打电话请人来救我。没用的。没有讯号，对吧？这个时间社团活动早就结束了，不会有人来这里的。怎么这样？有人在外面吗？里面还有人。有没有人在？再怎么喊也不会有人来的。哇，他想走下来了，蛮恐怖的。点点，放弃吧。你说放弃，也就是说到明天早上之前都要被关在这里。该不会今天又是礼拜五了吧？哦，可以选择诶。哇，这有没有跟结局有关系啊？好，那我们要选择一个，它有三个结局又很短，那我们选一个比较跟它比较不友好的好了。不要开玩笑了，我才不要！居然在这种又黑又暗又黑的地方待上一晚，我绝对不要。点点点，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冷静？我讨厌这样，我很害怕。你以为只要像这样大哭大喊，就会有人来救你吗？请你不要发出太大的声音。对不起，为什么？我觉得好恐怖哦。对了，
我是来找那个的，那个手机不知道何时会没电，不快点找不行。你为什么不早上来找呢？还说他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他不能早上来找，会被别人发现。好，那我们继续，要找那个东西，干擦用的平板拖把，空的水桶，掉落的桌球拍。总觉得这个球拍有点不对劲，不对劲，为什么不对劲？那球在旁边吗？交通锥叠在旁边，篮球，跳箱没什么特别的地方，没什么特别 ，OK 跑，没什么特别的地方。收纳着各种球类运动所用的球拍，嗯，拔钉器从置物柜上掉下来了。拔钉器，为什么这种地方会有拔钉器？拔钉器要干嘛？一堆折叠椅，好，嗯，有事吗？没有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对不起，哦，感觉好冷酷哦，那种感觉有点怕怕的，褪色的，用来撑开排球网的排球柱。哦，一上楼，木质的小柜子。哦，贴在墙壁上的纸上面写着意义不明的文字，要取下纸张吗？要取下吧。用拔钉器将图钉拔掉了，获得了暗号纸。暗号纸。哦，对啊，他高高在上，他为什么要在上面啊？你可以坐在椅子上面吗？这椅子，你已经乘这个椅子上去的吗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好，我们看一下暗号纸，可以先存档好了。暗号纸，意义不明的文字，背面有数字，哦。嗯，这一瞬间让我想到可以对照，那我们来对照一下吧。哦，而且还左右相反呢。一二三四五六，我先记一下哦。等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按 A 键，输入六个数字，那很明显啊，就对照那六个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来对照一下。对照这六个码的话是，是因为左右相反，所以说是 BUBUCKET 是水桶吗？桶子？试试看，是吗？我英文不好，对不起。小写的 BUCKET 水桶吗？暗号的答案是水桶，外面没有任何哦。OK， 是水桶。那看水桶吗？水桶的底部好像贴了什么？获得了小钥匙。要是这把钥匙所住的地方有我找的那个就好了。你在做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要做这种事情呢？被无视了。对不起，刚刚你有跟我说什么吗？点点。嗯？是错觉吗？哦。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两个主角，应该是两个角色完全没有连结的状况，各做自己的事情一样。好奇怪哦。好。哦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小钥匙，似乎是某个柜子小钥匙。OK， 那应该左上角喽。反正我现在不想跟他友好啦，我先做自己的事情。不是这个，应该是左上角。这里使用了小钥匙。抽屉里放着一个大小足够放在手心上的小盒子，获得了小盒子。他不至于叫我算球的数量吧？附有密码锁的小盒子，只要密码正确就会解锁。请输入密码。哦，不要，应该是篮球跟排球的数量，对不对？这
这我看得出来吗？这很小哎、欸。哦，将球一颗一颗检查。虽然也有新球混在里面，但大部分的球已经使用很久，而且磨损了。篮球我很不拿手的。你不用讲那么多，我们这样只要算球而已，好不好？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曾经被篮球打到了脸，因此所有球类运动都不行。这是一种心理的恐惧吧。哦，调查装球的篮子上面刻着183，是制造的号码。球的数量就是三个，好，应该是要球的数量啦。排球，最近在电视上常看到青黄色的排球，但学校的排球却是白色的。青黄色的那一种其实是皮球啦。那我们其实在学校打的那一种是比较廉价的那一种塑胶球，就打起来会很痛。可是打那种比较贵的，像那种电视上比赛级的那种球，其实是打在手上是完全不会痛的。好，印象中有色排球是在平成十二年被认可的。好，皮球跟塑胶球，反正打到地上就是有很清脆的那种声音，就是很廉价的球，很痛。好，装篮子968。好，九六，我先写一下好了。968，刚刚是183吗？968183，待会回去看一次。查看球的数量21个，所以答案是1321，对不对？1321。好，我再看一下那个183。好，1321，我们写一下，要按 A 是不是？哦，解锁1321。哦，打开了。字是红色的，重点还提示吗？有点，应该是说以后用得到，应该要我们特别的注意这样子，对吧、啊？四个数字是各两个嘛，我刚刚是这么想的。哦，里面有一把钥匙。哦，刚刚打开的声音有点像门打开的声音，原来是盒子，又是钥匙。但是在这个体育仓库内，还有其他上锁的地方吗？哦，千果说话了，而且总觉得做的有点粗糙。这个真的是一般的钥匙吗？获得用途不明的钥匙。好，嗯，我们得到一个小钥匙。那我们要做什么？要去问他了吗？我还不想跟他讲话、欸，他有点怪怪的，没有令人在意的地方。好吧，只能跟他讲话了。我觉得没什么东西了，不至于是出去的钥匙吧。OK， 非常激进。OK， 那我们来存个档吧。类似钥匙的物品，而不是钥匙。莲雾同学，外面似乎一直下着雨。其实，今天我本来要带伞出门的，但忘记了。刚刚还在烦恼该怎么回家，现在刚好可以住在这里，真是太好了。才怪！你是什么？你是想要打破这个沉默的气氛吗？你在开玩笑吗？对不起，我说了一点都不有趣的话了。你要干嘛？尴尬。好，继续探索，我们来找可以打开的东西。不过我们好像已经探索好多次了，没什么奇怪的地方。还是要继续跟他讲话吗？有点尴尬的气氛，对，我超边界的。嗯，一样的吗？真的还是一样哎。你说两次了，再讲第三次应该会被杀死，因为这是恐怖游戏。好，那我们来继续找，看看有没有漏掉的地方。应该要仔细的探索了。哎，不一样的东西，堆叠着体操垫，散发着不是很好闻的气味，对吧、啊？因为一堆精力旺盛的小孩子上面翻滚着。好，
那别再跟他讲话了，讲三次了，不怎么好睡。好，我们来仔细的寻找，看看有没有可以用到我钥匙的地方。有点不对劲。除了钥匙，没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嗯，好像没什么地方要用诶。这个还是不能看了。刚刚可以看那个，跳箱哦，一样的。我有漏掉什么事情吗？还是？对啊，没什么在意的地方还说可以给他。越来越看，觉得它像玩具，很像小时候流行的带锁日记本的钥匙。嗯，这把钥匙，仔细一看，上面好像写着什么，但是字实在太小了，看不清楚。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放大镜一样，将物体的放大的功能呢？哦，我刚没有点它。那我看看哦，能将物体放大功能，有点像镜子，不是镜子，有点像是玻璃之类的。他是不是戴眼镜啊？莲雾同学，可以打扰一下吗？你有没有带放大镜之类的东西？没有。说的也是，又不是在学校会使用到的东西。你现在手上拿着是，我的手机怎么了吗？没什么。你的眼镜可以借我一下吗？我需要你的眼镜拜托。你刚刚问我手上拿的是什么，是指这个手机吧？你是不是注意到什么了？不知道能不能告诉我？点点点。智慧型手机的拍照功能应该很好吧？我自己是用旧型手机，所以不太清楚。对了，经你这么一说，我突然想起来，相机似乎有放大镜的功能。谢谢你，莲雾同学。不行吧？等一下。我是不是说什么奇怪的话？总之，还是快点找到那个吧。不对吧？我要你的眼镜我不是要用放大镜功能吧？而且，手机的放大镜功能其实，那没有那个功能吧？那个应该只是，因为你放大反而变模糊，你看不清楚的。汗水与泪水的味道，泪水是跳不过去，分数很低的味道吗？我要眼镜，我不知道，因为什么东西？刚刚好像听到了嘎吱嘎吱的声音，是从仓库外面传来的吗？还是里面？到底是什么？明明学校应该是没有人了才对。点点，是我错觉吧？一定是，一定是下雨或者风吹的声音，或是哪里的野猫发出来的。还是快点找出那个吧。